很多，一般都是我妈让我爸打我，然后你妈一个眼色，上上，就是我爸就是很不喜欢小孩撒谎，但小时候就比较皮，然后有的时候撒谎就会，对，有一次反正打我印象特别深，拿竹棍打，然后把那竹棍这么一打呀。别的咱不夸，夸一夸王一博这个武技太高了。